尼法师三拜。啊、哦，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谢谢王老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课程。啊，我们一起啊探讨这个印光祖师啊所著的《佛化儿童读本》啊，一起研究啊这28个德目。主要是从啊我们学习呀、啊。印祖天下太平之根本啊，我们有学习纲要初探，谈到这个如何落实家庭教育这一大项呢，有9小点啊。我们谈到这个第二点啊，就是自己呀、啊、所作所为有法有责啊，能为子弟啊做榜样开始。啊，在啊《望境还原观》有提到啊，菩萨是德啊，随缘妙用无方德。哎，这28个德目，很可能在啊学生或者孩子一天生活情境当中。都会出现，这个时候，能抓住啊，这个机会教育点，把这28个德目，能够啊随事来讲说，随缘妙用，那菩萨四德当中，有提到啊，威仪住持有则德，这个是身教。啊，柔和直指摄身德是言教，所以身教在言教之前。啊，我们一起学习这28个德目，要先以身教为先。啊，不是学着，啊，又想着只是去讲给孩子听，给学生听而已的。啊，君子有诸己呀、啊。而后求诸人，啊，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个知所先后啊，有诸己是我们有这些优点，啊，这样好带动学生啊，带动孩子，啊，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啊，我们没有这些缺点，再去护念孩子学生。改掉这些缺点，所以儒家、佛家这些教诲，也都点明了“知所先后，则敬道矣”。身教为先，言教为后。那菩萨四德最后是普代众生受苦德。待众生苦啊，要很有耐心陪伴，耐心护念啊，10年树木，100年树人啊，一着急没有耐性了，很可能变成揠苗助长了。好，我们啊之前讲到尽忠。一秉真诚，忠诚忠诚啊，我们很多的词啊，能够去体会啊，这词中的字，
个忠诚，就忠呢，就是很真诚，不被忘清，一念不生是为臣呢，我们的心里啊，对对方有成见的，要真诚对待他不容易的。忠贞你看这些词都能让我们更去体会忠这个字忠义。忠的人呢该做的事啊他会尽力啊。一秉忠真诚不被忘亲，事亲皆物了无恶心，侍奉父母亲人待人接物都是真诚尽力没有恶心没有分别不会变心，恶心就变心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诸位仁者你们人生过程有没有因为人家变心了很难过好几天睡不着觉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所以我们很难过我本来要用痛恨我看这个词不是很好。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这个痛恨的念头起来又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很不愿意人家骗我们对我们变心。那我们呢也不要对人家变心其实说实在话的我们一天呢变几次心呢我们的心常常在变了所以儒家的心法是忠恕之道所以忠就是我不能变心严以律己嘛，恕宽以待人，人家变心是正常的，不要苛责了。那我们能这样处事啊，那就离真心不远了，忠恕为道不远，道就是真心。我们对任何人事都是用忠恕啊，这个叫积功累德。不用忠恕啊，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这个对我们闻佛法的人呢，此生最重要的事啊，就是处理轮回生死。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一听到这个跟往生有关跟了脱生死有关这个耳朵啊就变长了不敢忽略了这一段话这一段祖师的开示。印光祖师说念佛之人必须世世长存忠恕，长存呢就不能须臾离也，要提起这个心了。心心提防过谦，心念要提防自己啊，犯错就起轮回心，造轮回业，尤其啊要跟十善相应。
不能造十恶，心心提防过谦，知过必改，知善必为，方与佛合，这个心跟佛的心相应，如是之人必定往生。印光祖师只讲了这一句话下来，就给我们保证，只要这样处世待人，又念阿弥陀佛，必定往生。四个重点，长存忠恕，提防过谦，知过必改，知见义必为，决定往生了。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绝难感通了，跟佛菩萨不感应了。好，所以我们存忠恕啊，别人变心啊，我们能包容，但我们自己不能变心。从一而终啊，对待家人，对待亲戚朋友。所以师长常常说，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这句话我们得重视起来。敬忠啊，就是用真心的。止其尽忿，就是期望自己能够尽到力量，尽了自己的本分，不计人之，没有想要别人认可，要别人知道，因为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不是有什么条件，有什么名闻利养的追求才去做的。岂能尽如人意啊？但求无愧我心呢？所以如是之人堪为是矣。能做到尽心尽力，尽自己的本分呢，这个就世间的表率了，表仪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14，守信。信用呢，是人的第二生命嘛。这个一定要教给孩子。我们也曾经听过不少故事。在西方社会。比方你逃票，车票。故意不付，被查出来了，这个记录啊，那是连线的，有可能，你再去求职啊，人家不录取了，甚至于你去贷款，人家不借给你了，是第二生命。肉体这个是第一个生命，还有另外一个是你在这个社会的信用，民无信不立了，你没有信任信用，你就很难在人群立足了，而且你做了一件呢让人家不能信任的事，你这样要求再求别人信任你，都不容易了。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故事，狼来了，这个故事，他骗了人了，后面人家就不信了。所以守信之人言不妄发，说到做到。当然这里也是考虑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
所以要答应别人以前度得量力啊，量力而为。所以古人的态度啊，答应以前很慎重，不轻诺，答应以后啊，那君子一言呢，驷马难追，答应了再难呢，他一定要坚持他的信诺。所以在商业界也曾经听过他合约定下去了，赔钱他也做也不偷工减料信义为立业之本后来反而是客户觉得他应该是亏钱后来一看也是货真价实了被他感动了以后这个生意都交给他做了他再难还是守信用说到做到不矜不乏守信用是我们做人应如此不能守了信用反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矜就是有点傲慢乏呢自我标榜我这个人可守信用了几年前怎样怎样怎样你要小心一点这个会自我标榜呢比较不可靠了他做什么事都是有目的性的了不是发自他的良知真心的了所以刚刚中也有提醒了只其敬奋的不计人知你做那个事情都是带有目的的这个都不真心了就像守信是要发自良知去守假如是为了这个我守的信这样我去银行贷款我做什么事才方便假如是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之上的信任可不可靠有可能呢假如他这一次不守信他算盘一打我这个不守信可能可以赚到我这辈子花不完的钱你看称一称信用跟花不完的钱要取哪一个那就危险了所以有很多人他不守信了都是他一生没有不守信的记录但最后一次他可以把自己的公司搞垮因为可以赚到他花不完的钱说实实在在话人算不如天算他这么搞了很可能他的祸就要现前了小人冤枉做小人这个财富可不是这么算的财为五家共有你昧着良心了那水灾要你的钱火灾要你的钱小偷强盗要你的钱贪官污吏要你的钱还有不孝子孙呢就降到你们家来了败家子要你的钱那个守不住的所以守信是本分不矜不乏不能去炫耀无信之人事事皆假
人所厌弃，人家不愿意为伍了，不愿意合作了，不如牛马。所以我们自己不能把自己的人格给丢了。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常。我们得人生呢，也是因为五常的善因呢。我们不能以人生行违背五伦的五常的畜生事了。这个才叫自爱了。好，十五，仁慈。仁爱慈悲，心之生机呀！仁爱和天心啊，上天有好生之德啊，此心欲增，福泽欲深呢。其实所有的德目，我们都是引导孩子。命由我做，福自己求。福田靠心耕呢。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稻盛和夫先生呢，介绍给年轻人的第一本书啊，叫《了凡四训》，让他了解命运的真相，自己是可以改造命运的。所以福田大分三种，恩田，不忘父母恩，不忘我们说上报四重恩，那每天回向，这个念恩的心都能时时保持，包含这个。我们佛门连吃饭都有功课，吃饭以前要先供养佛菩萨然后还要感谢施主所以一般斋堂叫五官堂十存五官所以吃饭也是修行了。会不会修啊？差别很大比方说吃饭不会修行了对饮食拣择了一拣择啊，这个分别心就很重了，偏食了所以对饮食勿拣择。你看，在吃饭的时候。便不分别不执着师长常常说你会吗会不会修行啊那道场在哪里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面对一切人事物便不分别不执着就会修行了不会修行呢在每个人事境缘还有物质环境也是你看吃东西是物质环境的那就会堕落下去了所以饭前感恩慈很重要感谢天地滋养万物感谢国家培养护佑感谢父母养育之恩，感谢老师辛勤教导，感谢同学关心帮助，感谢农夫辛勤劳作，感谢大众信任支持，感谢所有付出的人，最后一句还有漏掉的，全部都包了，
当然你当老师的要敏锐啊。啊，比方说啊，饭前感恩词啊，感恩的一只养万物啊，感谢国家培养护佑啊，念那么快，有口无心。哦，所以老师要很敏锐啊，孩子是走形式还是有口无心啊，都要机会教育引导。哎，好，这个是恩田。再来悲田啊，能够啊，这个仁慈啊是属于悲田。哦，还有敬田啊，恭敬三宝，恭敬一切人事物啊，比方说这个一粥一饭，当施来之不易啊，你就不会糟蹋食物。这个都是培福啊，所以节俭的人呢有福报啊，甚至可以延寿啊，因为啊禄尽人亡啊，人福禄这一生的福禄花完了啊，那生命们该到终点啊。假如他能活60岁，可是他特别节俭了，到60岁的时候，他的福报啊还没有花完，他可能会延寿20年。可是他假如花得太凶了，他本来60岁啊，可能他40岁就走了。这个在德育古鉴呢，有一个故事。两个同学啊，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啊，结果他们两个人呢啊，考上啊，比方说啊，考上秀才啊，哎，这个功名的时间点呢几乎都是一样的啊，后来两个人啊分配啊到教育部门工作啊，两个那个职称都一样，但不同地点了，结果两个人相约，比方啊，我可能不行了，通知一下另外一个朋友。结果后来啊，其中一个朋友啊去世了，那另一个朋友就很紧张了，哎呀，他走了，我可能也差不多了，他赶去吊唁了。结果在好朋友的灵堂前呢，很伤心啊。哎呀，你地下有知啊，通知通知我，我是不是差不多了？结果当天晚上啊，就梦到这个朋友跟他讲了，啊，我出生啊，家里比较富贵。养成呢啊奢侈的习惯，结果我现在福报花完。你从小啊家里贫穷，你很节俭啊，所以宽心啊，你的命还很长。所以教富贵子女啊比较贫穷的子女难，因为富贵啊是从小就是顺境的，一顺境啊就觉得理所当然，不容易感恩啊。贫穷的孩子呢，你送他个小礼物啊，感激的不得了啊。富贵人家呢，你送他很好的东西啊，他看一看放在旁边，连个谢谢都没说啊。我们当老师也要常常提醒孩子，要念人家的恩啊，要人家送我们东西都是一份心意啊，我们要感谢，不能挑剔啊，不能连个谢谢都没说啊。我们都是从小没吃过什么苦的，都比较是富贵顺境啊。
哦，那就要对峙了，啊，从小太富贵了，感恩心就比较弱了，而这个对峙自己的习气呀，这个要修行靠个人，自己下功夫了。哦，像李炳南老师的榜样啊，人家供养什么，他都先拿去供佛。那这个啊，我们也是对峙啊，人家送我们什么啊，我们一定提醒自己啊，哪怕不能当面感谢啊，一定也要发一个信息或者打一个电话致谢。哎，都要从这些细节当中呢，啊，来调伏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习气，才能转过来。啊，好，所以恩田、悲田、敬田，啊，时时存着仁爱心，福泽愈深呢。啊，若无此心，势必残苛、残忍、刻薄了。纵有束缚，纵使过去生修的福报啊，折尽受厄啊，因为太刻薄了，这个福报啊，折损的很厉害啊，最后是招来灾厄了。格言别录里面有提到啊，造物所忌呀、啊，造物所忌是上天最忌讳的，曰刻曰巧，刻就是刻薄啊，跟上天的好生之德相违背的，所以待人不能苛刻啊，要宽以待人。能包容，那巧啊，就是耍小聪明，啊，自己比老天爷还会算，这个都是忌讳的。在宋朝啊，有两个将军特别明显，你看当到大将军呢，那过去束缚啊。也很厚了，一位是曹彬，一位是曹翰，他们是同样时期的将军。那曹彬呢，我们看历史记载，他要攻南京城呢，结果他就装生病了，就跟他下属这些将军说了，哎呀，我这个病啊，只有诸位将军能够治啊。哦，那当将军，当到将军的人都重义气啊。有什么，我们一定帮忙了啊，你尽管说。曹彬就说了，入城呢，不妄杀一人，这样我的病就能好。哦，这跟这些将军约定好了。大家想一想，南京城可是大城市啊，整个军队都是不妄杀，那多少人的生命呢？捡回来。好，这个是啊，他在战争当中的态度。付了多少的生命在其中啊？讲一个细节啊，他有一个士兵犯了错啊，判了几十军棍啊，结果曹兵呢说先不打，过一段时间再处罚，记着哦。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才处罚啊，身边的干部啊就很纳闷了。将军，你为什么要
一段时间才执行呢？啊，这曹彬说啊，他犯错的时候啊，刚结婚没多久，啊，那个时候我打他，怕他家里的人说，可能就是因为娶了这个扫把星啊，才会被处罚。啊，所以隔一段时间呢，啊，不会把这个责任呢，牵连到他的新娶的太太身上。哇，一个将军考虑事情到这么细致，替他的太太着想，其实也是替他一个家着想所以他仁慈啊。积了厚福啊，不止他自己很有福报，命很长啊，他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他的孙女啊就做到皇后了，哦，后代子孙都很发达，将军后代啊能很好的不多，因为毕竟从军要带兵打仗啊，很容易。杀害生命的，所以这是很好的榜样。在这个五官当中啊，还能行菩萨道，这不简单。所以上天给予他的啊这个福泽就很明显了。啊，另外这个曹翰的脾气大。啊，攻城之后啊，很可能会滥杀啊，他最后就短命了，而且后代也不好了啊，所以这个同一时期的武将啊，对比就很明显啊。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啊，《感应篇》汇编当中都有啊，这本书啊。可以伴随我们教孩子伦理道德因果，而且它汇集的理跟事都非常完整，啊，理很透彻，事呢有正反两面，学生一听啊印象深刻，啊，16不杀生，凡属动物皆有知觉。他都有知觉，有灵魂，贪生怕死，唯命是喜啊，都很爱惜生命。啊，若系顽杀，急杀而死，啊，现身后世，决定报复。啊，这个我小时候啊，假如就有学印祖，我看我现在身体会好多了。小时候拿着昆虫在玩呢，啊，就伤害不少生命了。啊，我记得这个报应也挺快的，啊，小学期间。啊，爬上树啊，去抓那个金龟子，结果就从树上掉下来。一掉下来啊，这个树下呢就有玻璃片呢，啊，一擦，你看这个一两公分的这个，啊，我这里有证据在啊，啊，这个留下痕迹了，这个就是。这个杀生的果报，哇！幸好祖上有德啊，没有插到啊动脉，不然这血就喷出来了。啊，这个是反面的现身说法，讲给学生听。啊，那像汇编里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因为这个例子啊，可以说明呢，
凡有动物啊，皆有知觉。你说一个蚂蚁有没有知觉？会啊，它会痛的，它有灵性的。啊，杭州有一个妇人呢，啊，性格非常凶悍。啊，遇到蚂蚁啊，啊，比方说在厨房啊，看到啊一群蚂蚁在爬行了，啊，他就嗔恨心起来，就是拿火烧啊。哦，那死掉的蚂蚁啊，无法计算的。啊，然后又常以这个石灰塞住这个蚯蚓洞。可能蚯蚓就活不了了。后来他生一个孩子，啊，还在襁褓当中，才几个月。那刚好呢，这个妇人呢走出房间，后来回来，看到床上，啊，一个黑团呢，哇，他就很惊吓去看，他的孩子啊。啊，已经被整群的蚂蚁呀、啊，啊，咬得变成一个黑团了，死掉了。啊，这个妇人呢，痛失自己的儿子，最后也暴毙了，伤心过度啊，死了。啊，对，蚂蚁也有知觉哦，现身后世。决定报复的，啊，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你看苍蝇很小啊，它也有知觉啊，啊，有一个啊工人啊，他这个老板啊，他的啊这个。啊，啊，他的主子啊是做酒的啊，他只是服务而已啊。哎，结果呢，他有仁慈心啊，啊，看到那苍蝇不小心掉进去了，他把它捞起来，不然就死定了。这样也不知道救了多少苍蝇了。啊，有一次被诬告，要死刑的。结果这个官员呢，要下这个，啊，最后判决的，啊，每一次要写上去的，就一群苍蝇啊过来阻止。啊，古人都读古书啊，啊，这因果的这个真相啊，都明白，啊。此事啊，必有蹊跷啊！就重新调查啊，就洗刷啊这一个工人的冤屈了啊，所以都有知觉呀 啊，他报这个有怨呢，他报怨；有恩，他也会报恩的啊，那决定报复。好，啊，我们有时候啊，这一生身体不好啊，可能想一想，哎，我这一生好像也没有什么杀害生命，哎，怎么身体不好？因果通三世，有时候是过去生造的，哦，那这一生。被杀的这些动物啊，它是后世这个缘才成熟来报复的啊，所以我们深信因果啊，不能只看这一生啊，因为我们能深信因果，我们才能发得出一种忏悔的心啊，从那才真诚的忏悔啊，才容易化解过去的这些。仇恨啊，再加上我们积极呀、啊，
放生做功德回向都能化解掉，精神所自然，精实为开。好，第十七样，不偷窃。凡有主物不可偷取。贪小丧品，贪小东西啊，丧失品德了，甚至于你全班同学、全校同学都不信任你了，贪大招祸，可能就要锒铛入狱了，偷人之物啊，折己之福，欲得便宜啊，反吃大亏了，不要干傻事，小人冤枉，做了小人。而佛门教导不偷窃，教导的更深入，不逾矩。别人没有说要借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随便去拿。从这个态度建立起来。好。好，那当然这个自己家里的人很亲的人这个就要懂得开源不然你回到家里面打开冰箱要吃点东西。妈，这个我能吃吗？问了好几次，你妈妈说你今天是怎么搞的？所以别人没有同意的，哎，家里人这家里的物品，都可以使用的吧？当然从另外一个面，比方说你的朋友到你家里来，他持戒精严。那你就可以跟他说我家里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啊，不要客气啊。这个就是你是能够替人家考虑到这里。那他就很宽心了。不然他持戒戒严，用个卫生纸你不在他得等你可以通知你了他才来用了。好，十八。不邪淫。淫欲为害啊，伤身丧志啊，玩人丧德了，丧志了啊，玩物丧志了啊。虽属夫妻啊，亦当节制啊。所以《太上感应篇》特别强调啊，不能淫欲过度。这一点呢印光祖师非常感叹。就是以前的人懂得节欲，所以都是寿终正寝。现在西方东晋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让人不懂得节欲。往往伤了身了，折了寿命了。所以古人有说上士就这个品德修养很好的读书人这个易房夫妇这个传宗接代的大事办完了。分房睡中室分床同一间房间不同床分床。下室易被这盖的被子一人一条。这古人对这些是很懂得拿捏分寸。
因为饮食男女啊，人之大欲存焉，要懂得节制。若是邪淫呢，更非所宜呀。古今治世，无一犯之。印主这后面这八个字就提醒我们，古今呢，人人治世可以留名青史的人呢，没有一个是犯这个的。那我们现在的目标不只是留名青史，我们是什么？是要做大丈夫，出六道轮回啊！庄生于千古圣贤之列，不愿为随波逐浪之人。往生就是做佛啊，这不是开玩笑的。那更应该要严持戒律。古人特别提醒了，万恶淫为首啊。确实有道理。在汇编里面说，淫啊，甚至于胜过杀。因为啊，你淫人妻女啊，有可能他家里的父母啊、丈夫忍受不了，有的自杀了。甚至有的气愤到去杀了对方的全家，这样的例子都有啊。所以这个万恶淫为首啊，古人的考虑啊很深远的。刚好这几天还有朋友记得一个故事，刚好也是对比的。明朝有个读书人叫孙道。他呢没什么福报。到人家大户人家呢也只是抄抄写写。人家还不请他做私塾老师。结果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婢女啊跑到他房间要进来，他拒绝了，他有定力啊，拒绝了。结果啊，那个大户人家的私塾老师啊，反而没有拒绝。结果呢，这个私塾老师很快啊，就生了重病了，教不了了。变成孙道来担任教师了。结果后来他慢慢这个人家很信任他，都把小孩送给他教，他们家境就慢慢富裕起来。他的叔叔刚好有一天可能在梦中到了阴间，然后就听到人家在唱这个乞丐的饿死的名单。结果唱到这个孙道就把它改成有福了，本来他的命是饿死的。结果真的当他到46岁了，因为他命中是46岁当他到那个命的时候，确实他们那个地区真的出现饥荒，可是他命已经转了，他后来延寿两季，活到70来岁才走。哇，你看，就拒绝了一个婢女啊。你看，他改命了，他的后代子孙都改了。另外一个唐朝叫斐章。
他还跟呢智者大师的学生谭照法师关系很熟从他父亲到他都有亲近到这个高僧。当时候这个谭照大师还跟他说，哇，你看你的命格很好啊，将来会做大官。结果后来过了很多年，这个谭照大师又看到他，就很惊讶了，他的面相都变了。他说：“你到底有做了什么损阴德的事啊？”他说：“我应该没有做太多他20岁也娶妻了所以他说这个后来当了官了，只是没有守住这个女色他自己觉得应该不会太严重了后来这个大师就很感叹了。哎呀，你这个自己折了自己的福报了你不止没福你还有可能会有灾祸。后来没几年呢，他被自己的下属杀了。你看，本来命很好的，就因为邪淫，最后遭了恨祸，恨死了。好，现在的社会风气一定要从小教孩子不能邪淫，先入为主重要了。假如他小的时候你没教他了，一去，这个初中、高中那种风气又影响他，就麻烦。好，所以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能把这个德恨给孩子扎下根，这个积的阴德很厚，功德无量应该少成很多天性。好，19，不说谎言为行表，是本心术。这言语，这个行为言为心生。所以根源呢，还在我们这一颗心上。心既不真，行何能正呢？所以望而后生，切勿忘语。要不忘语也得从心地下功夫心要正。妄语两舌，绮语二口，造这些业，有可能受报在地狱是拔舌地狱了。所以从小让孩子看看地狱变相图这个帮助会很大。当然，你不要放太多。很恐怖的，放到孩子做噩梦，最后家长都反感，大家那个度还是要掌握好，也要看着孩子的表情，不要都惊恐万分了他有一种敬畏心就好了我感觉我们现在当老师也不能矫枉过正过犹不及这个我很感谢我在高雄成长我们高雄有个春秋阁有龙虎塔，那个龙虎塔里面呢，把地狱景象画在那个墙壁上，
所以我们小时候进去印象很深。嗯，好，所以啊，望而后生的，切勿妄语。口是心非啊，终无结局。你骗人家一次两次，人家不是傻子，不会一直被你骗。日久见人心了，你就不能在人群立足了。好，那我们听师长说啊，佛陀生生世世不妄语啊，这个舌头伸出来可以把脸盖住。三世不妄语啊，舌头可以舔到鼻尖。哎，这个可以，哎，这个做教学用啊，让同学们啊，一般啊，像我那时候教书35个学生。哎，说不定有哪个学生真的舌头可以舔到鼻尖啊。哎，你就可以马上印证了。你看这个同学一向守信用，人他一生他的特质啊，都有带着前世的习气的。啊，他三世不妄语，哇，就可以表法出来了。哦，那同学会印象深刻了。我怎么差这么长啊？差这么远了？哦，他还印象深刻啊！我其实有这个习气，这一生也有啊。他就会引以为戒了啊。好，二十啊，不吃烟啊，烟具勿吃。啊，其实这个可能就包含啊这些吸鸦片啊、吸香烟啊都在里面的，都不能吃啊，以伤卫生，伤健康啊，口气常臭，熏天熏人，鸦片香烟其毒极烈啊，花钱买害，吃人可怜。这些东西对自己很不好啊，甚至于你抽烟了，全家人都受害了啊。所以听说有个研究啊，这个抽二手烟的人得肺炎更厉害了啊，因为吸的人吸的吐啊，他尽量吐出来了，那二手烟呢，吸进去都没有吐了。啊，所以真爱护家里人呢，要改掉这个恶习惯的。好，好像也都有报道啊，你吸烟呢得肺癌的比例啊很高，这些其实啊都可以呈现给孩子看。眼见为凭啊，是记忆深刻了。好，啊，这个我们曾经听过，啊，这个一个太太劝先生戒掉烟，啊，他劝的也很有技巧。他不是说别抽了啦，别抽了啊、哦！这种劝法手段呢，啊，有点不是很善巧。嗯，哎，他知道啊，这个是关机。嗯，看到他先生、啊、特别爱自己的女儿，啊，前世缘分深呢，啊，跟母亲缘深呢。转男生，跟父亲原生转女生，这个都有因缘的。
他就有一天跟先生聊啊聊啊，刚好聊到很自然的情况，就说了，你看，女儿跟你缘这么深，假如她结婚的时候，在这个，要拜父母的时候假如我们缺席了，你看那是女儿多大的遗憾呢？他这个先生听完了，就把烟给戒了。哦，你看这个够善巧的吧？讲话要柔软，柔软的人呢，会抓时机呀，劝人要不落痕迹，自然人就带出来了。尤其越轻的人你要越自然，越轻的人越敏感。你还说，来来坐，我今天有话跟你讲。这么露骨。人家马上那个身心就是紧绷的，今天又给我唠叨什么了。这个成年人要给他留面子。自己呢这个中恕之道，自己不要面子严以律己。但是要给别人留面子，这个才是恕。宽以待人。21不饮酒。酒是狂药，饮必乱性。醉则反常。越理犯分，最好勿吃，免至大喝，聪明智慧，长保清白。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跟五常相应不杀生仁，不偷盗义，不邪淫礼。不妄语性，不饮酒是智。你不饮酒代表你很理智啊。能不要喝了酒胡言乱语，甚至一失足成千古恨，做出没有办法挽回的错事情。所以理智的人他会考虑后果。当然不只是面对酒要理智其实应该面对什么事都要理智我们要有这种敏感度、敏锐度大禹是圣王刚好有人进贡酒，他一喝那就很警觉了这是后世人必有人因为喝这个东西而亡国，所以他警告他的后代子孙内作社荒，内好女色，外作情荒，喜欢打猎玩乐，干酒叫喝酒，士音喜欢听靡靡之音，俊宇雕墙喜欢住这个豪华的宫殿，有依于此未获不亡。刚刚提了六点有一点就会亡了所以这个节制欲望重要了在汇编当中举到大智度论谈饮酒的过失总共
有32点啊。哦，这个可以念一遍给孩子听。哇，这么多害处啊。我们举前面几点来看。第一个，财物虚值。那酒也挺贵的，钱财都耗掉了。第二，重病之门，喝酒伤身呢。三，斗争之本，喝了酒乱性了，跟人争吵冲突都有啊。第四呢，裸露皮癣，同于流氓。喝了酒不守礼了。这衣服脱，这个。就是失了理智的。袒胸露背的，就很难看的。提了很多身力软弱了心智迷惑，智慧蒙蔽，不知敬父母，不知敬鬼神真的喝了酒之后确实是这些状况好在汇编当中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这些大官去见皇上，结果一开口都是酒气，皇上觉得他不值得信任，都降他的官职。这里也提到闽南一带有个读书人叫刘某，姓刘平常呢行为都非常端严而且他学生很多然后常常都跟学生勉励他们呢要戒色。结果有一天喝醉了，居然跟朋友在争一个妓女。醒过来之后很后悔没有脸去见学生呢。结果闭门三日不出门，然后呢集结古今受到酒危害的这些例子，然后来自我警策，把这一本书名叫《百悔经》这个读书人挺可贵的他忏悔的方法很积极编了这一本《百悔经》来赎自己的罪过劝更多的人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而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要在学生面前立信是不容易的要失掉了是很容易的另外有一个江苏一带的读书人叶某他平常呢这个孝悌做得特别好，人家都称他孝子。有一日喝醉后居然跟弟弟吵架了。父亲出来劝解他。他既然呢因为喝就醉了嘛，既然讲了几句对父亲不恭敬的话。结果他五更这个天快亮了他醒了。他的太太就把他最后的情况讲给他听了。他悔恨欲绝赶紧到父亲的房前磕头痛哭流涕求他的父亲原谅他。跪了好一阵子这个父亲的怒气
才消下来了。所以这两个读书人呢，平常得恨呢都挺好的，都不免因为喝了酒啊，行为乖张啊。那假如平常就没有这样的德行啊，哎呀，很喜欢喝酒，那就不知道会闯出什么祸来了。所以酒名祸权呢，还是讲的很有道理。好，那当然，国家都有开源啊，开车吃饭啊，比方说年龄很大了。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啊，这是可以开源的啊。我们活学活用啊，不能学的死板啊。好，22不赌博啊，这个赌钱博弈，上至失时。人呢，陷到某些嗜欲里面去啊，真的就没什么志向了，甚至于根本就提不起责任感，提不起本分了，玩物丧志了。然后你看那个赌博啊，打麻将打一整夜的，可时间多浪费啊！哎呀，打一整夜可以练20000声佛号是吧？几万声佛差别太大了。哦，而且那个很伤身呢，熬夜在那里赌博，哎呀，真是太愚痴了。啊，专心于此啊，正是气宜的，会误了很多事啊。有限光阴，送之而息呀、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居然就这样赌博玩乐啊，就给他葬送掉了。好，而且还要破家荡产，罪无了期啊。这个要跟学生讲啊，你找对象啊，他假如会赌博的啊，你要啊，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哇，那个会赌博啊，那不止害了自己啊，可能祖上的财产通通都败光了。有时候败到这种程度了，他还是不改啊。你看，你嫁给这样的先生，你就苦命了啊！啊，当然可以举例子哈、啊，这个当地啊，假如有这个例子，就可以举给他，引以为戒的。好，啊，23不奢侈，啊，奢侈夸富，买货买贱，啊，君子下看。这奢侈的人，有涵养的君子啊，人家觉得哎，这样的人不值得交往啊。盗贼来劫，你奢侈的人赶不到有德行的人来交朋友，会赶什么来？赶盗贼来了啊。其实这样奢侈啊，孩子看在眼里啊，最后会败家产的 啊。这南部，我现在讲地点呢，都不讲具体的。台湾南部啊，因为讲的太具体了，怕有些人生烦恼。怎么讲到我住的地方了？啊，不恼害众生啊！
有一个在企业界啊也颇有成就啊，他的财产累积到20亿啊，不少啦，买个房子1亿呀、啊。哎呦，你看你住那个1亿的房子，这个盗贼看了会怎么样？想方设法啦。所以人世间的缘都是感召的哦。你败家子也是自己感召来的。啊，结果那么会花钱呢、啊。后来他中风了。他两个孩子在他中风的1年之内啊，把20亿全部花光了。请问大家，事情结束了没有？不能结束啊，他孩子已经花习惯了，他的苦日子才刚开始。啊，除非他的孩子啊去上道德讲堂，不然他没有转变的真上缘了。啊，所以各地办道德讲堂，这是功德无量。啊，就有可能让浪子回头啊，那就金不换了。好，那布衣蔬食啊，圣贤仪式。这个圣贤有涵养的人啊，他们都是啊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啊，这个精神生活不断提升，物质生活啊自然淡减少啊，所以布衣蔬食，圣贤仪式，现身后世，人各取则啊，都以他们为榜样了啊。我们比较熟悉的啊，晋朝石崇，他很奢侈啊，啊，都在那里跟人家比财富啊。最后啊，被人家告啊，这个整个家族啊都受牵连啊，就死得很惨，这都是因为奢侈夸父啊，买货买贱的。好，我们看24，不傲慢。傲慢轻人，时至辰短。名人之一，学养俱寒。人家明眼人一看我们傲慢，这个学识涵养不可能高到哪里去了。荀子有说啊，百世之臣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啊，事业能发展起来，恭敬；你看服务人很恭敬，那败了就是开始傲慢，就要败了。啊，学业也是这样，恭敬学问，啊，越积越厚了。哎，觉得自己学得很好了，了不起了，傲慢了，这个就上不去了。啊，重道甚位，犹不轻人。那孔子是我们的榜样，他是至圣，他不轻慢人，甚至于是相陀才7岁啊，习仲尼师相陀。既然孔圣人都不轻人了，我们怎么可以轻人啊？所以绝无凡圣的念存于心啊，绝对不会去傲慢的，都是谦卑待人，
谦受益。好，那这个傲慢还是要用中恕之道。别人有慢，我们能包容，自己一有慢呢，赶紧遏制。在佛门啊，《法华经》里啊，有一个常不清菩萨的表法啊，对每一个人都是恭敬啊，每个人都有佛性啊，这样才能奉行普贤行啊。普贤行第一个礼敬诸佛啊，有傲慢就行不了普贤十大愿。好，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的，傲慢一定要调伏。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我们要把频率接上去。25啊，不嫉妒啊，人有才德，我当赞叹啊，比于社会必有贡献。若生嫉妒，是谓愚痴。业报夺辱啊，宿世会失。我们假如嫉妒心太强了，我们宿世的这个慧根呢，也会受到很大的障碍。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啊，你称赞人家的德行，人家去效仿，那你功德无量啊！啊，一嫉妒了，哇，那个折福很大了。啊，所以师长还特别讲了一部经，啊，《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可能有观察到啊，师长。讲每一部经啊，一定都有关机，都是在护念我们每一个弟子这一条菩提路啊，能够走成就。啊，像老人家讲《金刚经》，就是看我们虽然在念佛啊，还有太多放不下，那这一部经就是帮我们看破。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别当真了。那讲这一部啊，《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应该是有观察到啊，在道场当中可能会嫉妒他人。那这一部经的缘起就是啊，有一群修行人嫉妒啊两位啊法缘殊胜的法师。结果就毁谤他们，造下这个恶因呢。大家想一想，毁谤了，讲几句毁谤的话，时间很短啊，可能不到30秒啊。果报呢？啊，堕到地狱啊，1800万年。地狱是度日如年的，1800万。然后又要到恶鬼，又要到畜生，才能够回到人道来。结果他们那一次回到人道啊，听佛陀讲经都听不懂啊，很难过啊。去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又把他们带到佛面前来，佛就把这个因果讲出来了。哇，他们痛哭流涕啊，忏悔。所以人要冷静啊，造这个十恶啊，很短啊，后面的果报很长啊。我们在境界当中警觉性就高了，太不值得了，太冤枉了，不能造恶啊。26不偏见啊，人有小智未闻大道，每执己见以为最妙，不能固执己见的啊！坐井观天，
所见则小，若登高山，前见自了。啊，站的角度远一点呢，就会对自己以前的这些固执啊，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很丢脸的。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啊。人有时候固执起来啊，就只是执着在自己的角度啊，还是要啊冷静啊，多听听旁观者的角度。啊、好啊，人啊要不固执己见，首先观想观照观照的。哎，父母的话自己听不听呢？啊，兄弟姐妹的话自己听不听呢？这是最了解我们的人啊。假如他们劝我们都不容易接受我，那铁定我们也挺固执的。啊，没有听过哪个人很固执往生极乐世界的啊？啊，什么都要跟往生挂钩啊，我们警觉性才会高啊。27啊，不迁怒啊，有富贵人，气量或小，每因服役啊，就不顺自己的意思了，愤怒牢骚啊，常常会发牢骚啊，就气量不够啊，不能容忍。啊，发牢骚啊，就是起情绪了才会发牢骚。啊，起情绪就是嗔恚心了。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啊，所以不能发牢骚啊，不然自己把功德放一把火给烧了。哎，难行能行啊。困难越大，功德越大，不要发牢骚。啊，所以李炳南老师说，欢迎困难，欢迎困难。啊，迁怒无益，自他烦恼，造成自己跟他人的痛苦烦恼。哎，我们自己检讨检讨啊，最近有没有情绪上来了？还把这个情绪延伸到亲戚朋友身上，事后呢还不跟人家道歉，那我们就谈不上修行了。啊，一察觉有情绪了，不要讲话了，哎，先冷静冷静下来了，啊，不迁怒啊，不恶过啊。要效法颜回夫子，啊，所以海涵宽恕是无价宝，有容乃大，啊，所以我们进佛门第一堂课是弥勒菩萨帮我们上的啊，第一堂课没有过关了，后面的课就修不了了。啊，大度能容啊，笑口常开，才入得了佛门。啊，28不耻问，啊，能问不能，多问于寡，济人从己，故先自下。若是无知啊，犹当问人。博学审问，造诣方真。啊，能够博学审问呢，自己的道德学问才能不断提升，才能契入境界。啊，问别人，啊，开不了口，不好意思。那这个啊，要把
好面子啊，要放下。啊，连颜回这么有学问的，人家都能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所以德比于上啊，则知耻啊。我们以孔子、以颜回为榜样啊，甚至于有时候学生会的，我们不一定会啊。啊，我们也可以表一个法啊。啊，比方说啊，我教书的时候，那学生他手这个厨艺还比我好啊，啊，我可以向他请教啊。哎，你这个动作啊，你这些小学的孩子呢，他一定印象深刻的。哎，你就演出来啊，给学生看的。好，好。好，那今天啊，跟大家交流完这个印祖编的啊这个佛话德行读本，好，好，那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啊，不好意思哈，超了五分钟啊，阿弥陀佛，大众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好，不为礼、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啊，免送、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大家好好休息啊，夜梦弥陀，再见。